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的午饭又上来了，扁豆焖面啊，有点这个牛肉块儿、牛肉丁儿吧，牛肉丁儿，临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蒜末吧，撒一点蒜末啊，扁豆焖面绝对好吃。这个是这个西红柿，不是西红柿啊，这个是鸡蛋汤。里边有一点这个油条的块儿，切成块儿啊，放一点小白菜儿。这个是西瓜啊，西班牙的西瓜特别的甜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是牛排啊，现在主要是儿子吃牛排啊，他年轻能吃，我们吃三分之一，他吃三分之二啊。今天的主菜啊，看着没有，热气腾腾的啊。色香味形俱佳的扁豆焖面啊！祝大家都有好胃口，进餐愉快。